如果在国外被人毛手毛脚，您敢大声斥责对方吗？近期有一名台湾的男子就带着老婆还有女儿到泰国旅游的时候，碰上了来自印度的旅行团。不料一名印度男子呢，竟然趁女子不注意的时候摸了她的臀部，让台湾男子当场气炸，冲上前用英文怒呛对方，太可耻。Good. Touch the buffet and make you feel good. Shame on you. Yeah. 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台湾男子在老婆被袭臀之后，立刻冲上前替她出气，除了痛骂对方让印度蒙羞之外，还不断的比道赞。那么伸出咸猪手的印度男子呢，被骂到哑口无言。一旁的其他印度旅客就怕进一步冲突发生，努力让双方保持距离。而其他的台湾旅客见状后，也加入谴责的行列。影片曝光之后呢，台湾男子保护妻子的行为也获得了不少网友大赞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